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长距汽车的专宇。距离上一次拍片到现在，其实有经过一段时间，没办法，我们 SUM 的车辆数实在太多，小编太忙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有一部好东西介绍给大家，就是在我旁边这一部2018年的尼桑 Sentra 旗舰版。那大家看得出来，这是小改款之后的车型，除了在外观上面有变动之外，变得更年轻了，带入一些科技感，增加了一些安全配备之外，其实这台 Sentra 呢，它也在一些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有做一些精进跟优化。等一下哈，我会从外观、车室、引擎，然后内装、配备等等来帮大家做介绍，就请大家一起跟我看下去喽。首先，我帮大家从外观来介绍起。这一代的尼桑的设计语汇呢，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到，就是所谓的 V Motion。那由于 Sentra 它的定位介于家庭房车，主打的客群呢已经不是特别的年轻，包含一些中年龄阶层三四十岁比较稳重有家庭的这些客群，所以呢，它在外观的雕琢上面比较没有这么激进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箱罩这个 V， 不像新型的那个 T 达延伸到整个保杆下面。所以看起来稍微收敛了一点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其实是较匀称比较好看的，并不会破坏整个车头的这一些美感，然后也不会变得太前卫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水箱护罩呢改采用了这个蜂巢状，好，其实变得更运动化，更像跑车。那再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，跟小改款车型差最多的就是这个头灯，大家可以看到导入的这个他们所谓回力标这个 LED 的导光条，好，那形状也修长了一点，不过有点可惜，就是没有跟上大家如果有去网上搜寻美规的版本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那虽然是鱼眼头灯，不过一样是用卤素的灯泡规格，要到2019年之后才直接再升级成 LED 的这个灯泡。不过有好有坏，我们强调很多次了，卤素灯泡的优点就是维修便宜，成本低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前车主其实加了原厂的空力套件，让一台原本比较素雅的家庭房车多了一点年轻运动化的风格。那其实原厂设计出来的空力套件呢，利用了镀铬跟双色的这些调和，塑造出不一样的感觉，多层次多线条，其实真的配上这样一款家庭房车其实蛮耐看的。 OK， 那我们再到车侧来看，由于是旗舰版，不是最高阶的尊爵版的车型呢，轮框只采用了16寸的规格。那相对一点好处，当然就是之后在换轮胎的时候更偏向家庭经济需求，便宜一点。在路感上面，其实跟17寸的铝圈来讲，小编认真讲其实差异不大，但是这个的弹跳感会比较少一点，其实这样是相对有助于一般日常生活行驶的。那在大家可以看到车侧这个车框呢，也用了这个镀铬的这个一个边框，那比较符合家庭房车，带有一点高级感，也修饰了一些这个车型的这个效果。OK，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门把上，因为是旗舰版，这个是用 iKey 的，免钥匙进入，这个是现在几乎所有车子都会配备的便利性的配备。那四个门把呢，采用镀铬跟车身不同色，彰显一下它旗舰版比较高阶的造型。好，那再来到车尾方面呢？其实尾灯跟上一款小改款车型比较起来，也采用了这个 LED 的光条，整个不像上一代车型变得其实有一点丰腴肉肉的感觉，这一代就是修饰掉，健身过后更漂亮更优雅，也变得更有科技感。其实自己觉得，就算是以小编自己年纪，其实20几岁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车型。那包含原厂的这个小鸭尾，修饰了这个原本笨笨的车尾，其实不错看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正面呢，不管是从上面再加上保杆的这个造型，尤其保险杆下面，原厂在小改款之后，利用这个防刮材质这种双色吊加烤漆，减缓了它上一代车型这个保杆很肥厚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变化的很高明，那真的让整个车型来看，真的变得好看很多。那等一下我就带大家讲一下它在引擎方面的这个变动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台 Sentra 的动力单元。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，它配上的是一颗 1.8 的排气量的引擎。我直接讲，它的输出就是136匹，17.8公斤米，跟小改款前的车型是一样的。不过它最大的更动在于这一颗变速箱，
它有之前的四代提升到这个 4.5 代的 XCVT 这个变速箱。据原厂公布呢，它除了更改了以前低速扭力的一些表现，包含它的变速逻辑呢也重新设定过，让这一款脚改款过后的神床呢，在低速衔接中速的时候，那包含你在踩油门或者是加速超车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感受真的是有比上一代小改款前的车型来得好。尤其如果有开过这颗四代的 CVT 变速箱的人，其实它在大概三四十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那种手排车在高档位然后低转速行驶的时候会一点点共鸣。那在小改款车型这个 4.5 代的 XCVT 变速箱之后，的确就改善掉了。那当然听说之前的也有一些灾情啊，那你上原厂也是很够诚意，小改款之后就改进了这些缺点。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，如果你原本是属于一款经济省油，然后不是太贵，又要有配备，那全家又可以坐得舒服的车，这个 Sentra 是一个很值得可以购买的选项。那除了这一些之外，为什么它还值得购买呢？包含它在 NVH 工程之外也有所精进，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到内装的时候，我再帮大家做介绍。接着我们到了内装，帮大家来做一下这一台车的这些介绍。好，首先映入眼帘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它小改款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小改款过后的车型这个方向盘呢，更改成大家如果有看过就知道，它跟当家自家跑车 370Z 的那个造型是一样的，你只要把中间这个换成红色的 Z， 基本上就相差无异。当然还有一个换挡拨片，好，那再加上这个握感呢，其实也都非常的棒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方向盘上面呢，有很多的这个快控键，包含定速的操作。好，那当然在2019年之后，大改款的车型有配上更高阶的这一些 ACC 啊、主动防碰撞系统等等的操控键。不过我这一台的车型在以当代来讲，的确也算非常的高阶了。好，那再接下来左边呢，当然有一些这个，比如说节能行车模式的开关啊，头灯水平高低调整的这些开关设定键，还有原厂标配的这个 VDC 车辆稳定动态系统啊， TCS 循迹防滑的开关，包含这个盲点侦测的这个警示灯，在这个小改款车上全部都是标配。那也许有人会问，那这样一台车跟最高阶的尊爵版有什么差异？其实就差在一个这个脸部安全气囊，还有包含这个方向盘它更改为皮质的，其他的我们这个前车主很聪明，能选配的他就用选配。包含大家也看到这个原厂的 Xmedia 主机，好，那它也直接整合了这个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Play 的使用方法，都非常的便利的连接跟你自己的手机。那包含大家也看到这个空调呢是采用双区恒温的，两边可以设定到不一样，根据驾驶跟副驾驶，比如说男生比较怕热，他这边的温度就可以设定低一点，好，那这个是增加这个乘客的舒适性。哦，那在排档头呢，这个设计也改了，包含了一个钢琴的烤漆跟镀铬的这个饰板，比上一代车型呢全部都是这个皮革或者是软塑胶呢，也不容易因为长久的使用变得劣化的之类的。哦，那其他的布置格局呢，其实跟上一代小改款车型就差不多。那其他最主要的差异呢，还有一个这个座椅，就是尼桑一直以来主打 3D Relax 这个舒压座椅。的确，小编在之前的影片也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乘坐起来的确很舒服，包含这个中间采用透气皮孔啊，跟全皮革没有透气孔的真的是有一些差异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小编帮我带一下门板，在这个饰板方面，大家可以记得上一代车型其实它是使用木纹，那这个对于年轻一点大概30岁到40岁的族群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老气，那所以这一代车型之后改由这种蓝黑钢琴烤漆的这个颜色，再配上雾银色的这个配置，其实蛮好看的，稳重又带有不失的设计感。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到后座的时候，就是 Sentra 一直以来为人称赞的地方，所谓的它有 1.0 的油耗 ,3.0 车室的空间，我们就带大家去后面看看，走。 OK， 现在小编来到后座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其实是我刚才调整平常开车的姿势，小编身高171公分，现在坐的姿势其实是有一点已经斜躺的。那大家也看到我其实脚很轻松的放着，距离前面的椅背大概都还有1个多拳头的宽度，这个空间其实非常足够了。包含你中间如果要再坐一个小朋友，其实这个宽度原厂设计也足够，唯一一个比较
设计不够完善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椅垫的长度，如果可以再长一点，对于你的大腿有更好的支撑性，我觉得会更加的舒服。但这样说真的够用了啦。如果你真的坐得不舒服，其实要变换一下位置，哦，都很 OK。后面一样采用了这个舒压座椅的皮质，所以乘坐感整车都是非常的舒服。包含这个头枕的位置设计呢，其实我觉得也刚刚好。那有些人会觉得它跟这个车顶的这个空间其实有点小，但其实小编觉得可以接受哦，毕竟你在车子后座，你也不会随随便便上下的这样跳动，其实不太会撞到这个天花板啊。那大家也看到，原厂也很贴心，在这个椅背呢设计了一个这个便利的置物挂钩。那当然，一个家庭取向、舒适取向设计的房车，后座空调出风口是必备的东西。好，那在门板方面呢，配置上也设计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个置杯架跟置物空间。好，其实足以应付一般的家庭需求了。那在接下来，我们就带大家看到务实面，还有另外一个需求就是行李箱的空间。走，好的，大家现在来到了这个行李箱部分。首先，大家应该就可以感觉到 Sentra 的这个行李箱开口就比一般的车子宽了，深度其实也很深。那据原厂公布，可以放得下3个28寸的行李箱都不是问题。容积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这样子就有450公升，讲的好像都很好。其实它唯一还有一个小遗憾，就是它没有这个6/4分离的这个椅背倾倒功能，哦，它只有在中间多了一个开口，让你比较放长型的物体的时候，你可以从那个中间，尤其它就跟后座的这个中央休憩扶手跟置杯架整合在一起，倒下来之后盖子放下，它就可以穿到前面去。那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啦。相信如果你是开这样一台家庭房车的，通常应该也不会有太多需要运在这种长型物体的时候，这样子的容积跟设计其实真的足以应付一般的需求。我老实讲，这个容积真的是比其他的房车大了，如果各位有来现场看车的话就可以知道，真的很好用，东西基本上就是随便放，轻轻松松，再加上它的开口真的是宽大。那刚刚有提到它还有一些在设计上比上一台小改款更精进的地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帮大家总结的时候我再帮大家说明。走，好，最后呢，刚刚帮大家介绍了一圈这台车的大致上的介绍。其实它在小改款之后做了蛮多不为人知的提升。好，那第一点首先就是隔音工程的提升。首先它在防火墙呢其实也加上了隔音棉，然后在这个车底板的他们那个叫自振垫，原厂的那一种，其实有比上一代更加厚，然后包含这个4个轮拱啊，都还有在喷上一些通俗一点叫静音隔音漆，原厂是说防飞石音的这些涂料。这一些提升之后，其实你可以仔细的去比较这一台车在一般大概60公里以内的这个行车市区，其实真的非常的安静，隔音也非常的好，讲实在话可以媲美大概福特新车等级的这种宁静度了。那不过你如果当然是在高速啊或者是大脚油门的时候，当然这个隔音还是比不上这种进口车扎实，不过毕竟这是一台100万不到的国产车，它的隔音可以做到这样子真的是可圈可点了。再来是它在底盘呢，其实上一代小改款的之前的 Sentra 呢，严格来说它的确没有这么的稳定，甚至你在高速切换车道或者是遇到比较真的不平的路，你会觉得有一点摇晃。那原厂就在这方面加上了改善，导入了这个经由避震的这一些里面的机构油塞啊、减震筒设计的改变，包含这个防倾杆也稍微加粗了一点等等之类的变更之后，小编觉得它在低速过一些坑洞的时候是有比上一代稳定一点。那这个见仁见智，有的人真的开不出来，但是的确它是有提升的，原厂也说有。那再这样就是它的配备多了很多，包含刚刚在内装的时候忘记跟大家提到了，它连门板的扶手原厂公布都是增加了这个宽度3公分，变得说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左手没事的时候靠着这个扶手会更稳而且更舒服，哦，这个都是原厂贴心的一些微调，但是如果没有讲出来大家可能不知道。那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买这台车，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一样，跟上一代小改款车型比较之下提升了这么多东西，原厂当初在新车的售价加上去之后，其实在中古车的这个折价里面已经是基本上就是微乎其微了。好，那加上这台车2018年到现在
里程数39,923公里，之前都在原厂保养，哦，这个有里程保证。那再加上这台车也通过这个我们 ES 认证，也有 SUV 的五大保固跟五大保证，是一台状况非常好的车子。再加上以当初新车大概一半再多一些的价钱，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状况很好的、非常务实的家庭用车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都到我们店面来赏车。有任何的意见，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帮我们留言。小编回去再看看之后店内还有没有进到值得介绍的车子，再帮大家介绍。也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推广我们 SUV 的影片跟车辆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